Peter， 你好，清纯，你清纯，你清纯，不清纯。네너순서가1번이야네네우리상해중요한광고스케줄갔다와야되는데1번이면우리절대그거못하는데근데이게순서를바꿀수가없을텐데1번을제가뽑은거여가지고어떡해그럼뭐5번이나6번사람한테끝에사람은끝에사람이랑하면 그때는올수있는거예요바꿀수가있나근데女神的航班因为天气状况，现在已经返航了。娜娜没来，怎么办啊？难道是崔范希自己穿着女神款走吗？哎呀，我有点胖，要不然我帮她走。저는순수한아이보리를거기에다가컬러포인트를조금씩줘서조금더깨끗해보이고조금더여성스러워보이는옷을본성적은사실뭐크게생각안했어요아니나나가없으니까그냥모든사람들한테너무미안한거예요变魔术设计师崔范希先生，第一次看崔范希穿西装哎，所以我们先请崔先生跟我们来讲一下这一套服装是怎么样的，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搭在一起的。나나가그겨울을바람에분다에송혜교씨가입은아이보리색을입고싶다고얘기를하더라고요제생각엔아이보리가청순함을줄수는있는데트렌디함을줄수는없는것같더라고요그래서한국에서요즘유행하는까무플러즈를리버시블로약뒤집어입을수있게끔그래서분위기에맞게끔청순할수도있지만 OK 我知道 Big Brother 跟娜娜是好朋友我想请问一下两位娜娜平时生活当中是个什么样子的女孩되게밝고건강한친구예요일단밝고건강한나나씨이미지에굉장히잘어울릴것같고요OK 现在
娜娜和崔范熙先生的这一套女神的新衣，第一次竞价开始。两个放弃？什么？谢谢。英曼和 Sobio 选择了放弃，伊芙利和朗兹目前要开始进行对决了。董先生，第二次加价，请。看样子会出现的架势是你追我赶了，因为现在伊芙利反超朗兹，现在是朗兹用数字说话的时候。侯总，第二次加价，请。娜娜前五套的女神的新衣都是伊芙利收入囊下，不过今天看样子好像朗兹的侯总要摆出一副拦路虎的样子，而你现在是最后一次加价机会，让我们来看一下伊芙利的最后出价是多少。哇，谢谢。忽然翻了100多万。嗯，董总真的拼了，他绝对不会让娜娜的女神的新衣旁落任何一家。其实朗姿已经让他们让很久了，因为我们在北京跟首尔其实有200号的韩籍设计师，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邀请崔先生来帮我们设计一个系列。哦，真的让太久了。那就从这套开始吧，不要让了。哇，土豪，请加价。我觉得你也应该紧张吧。紧张。果然用数字说话，朗姿的侯总最后以200万的价格买下这套女神的新衣。谢谢，谢谢崔万熙先生。지금까지나나가잘모든거는잘못된거잖아저한테도얘기를어느정도해줬어야되고저도준비를하게끝내줬어야되고모든사람들이모든스태프들이어찌됐건제파트너니까제가너무마음이너무안좋더라고요。好，各位女神，还有我们的设计师，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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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辛苦。第三名是，麻烦崔老师告诉娜娜，第三名 ，Number 3。娜娜가없으니까성적에대해서는충분히만족해요。